2020台北时装周联手 Vogue Fashion's Night Out 以及车坛尊荣品牌 Lexus 与各大品牌跨界合作，以 Replay 为主题，即日起至10月31日推出一连串精彩活动，打造台北时尚不夜城。2020台北时装周的时尚大事件由鬼鬼吴英杰现身预告活动开跑，歌坛新星吴卓源也惊喜地带来独家为台北时装周创作曲 MV 全球首播。今年的台北时装周精彩活动包含设计师限定店与贝拉比塔盛大开幕，打造香缇时尚街区，除了多家时尚快闪店，更首次结合了全新沉浸式 AR 互动体验，创造新话题。许多独家限定商品及限量组合的香缇广场周末市集，与多位歌手表演团体接力演出的新秀舞台，还有集结国内外时尚权威、国际时尚论坛，以及压轴登场的高规格风街时尚大秀。2020万众瞩目的时尚大盛事，你绝对不能错过。